因为想要唱一首歌。我有过很多在家里面抄起我的吉他，看起来很帅，但是我没有一首歌想唱的时候。然后，但我知道那一刻，不管心里觉得多慌或者是多沮丧，那一刻都会过去。就好像在台上觉得多圆满，它也要过去。然后有时候真的就只是为了唱完一首歌。然后这首歌就是这两年我在旅行表演的时候，通常唱到最后，就通常唱到这首歌的时候，我比较心里面可以重新告诉自己说，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表演。假装很 rock， 然后突然停下来讲心事，这很搭的。Please call me punk。你知道，又忘了我们的鼓手，他每次都要帮我塞音，然后我就自己塞了进去，对不起。你指点的